京外婆去世，吴京发文祭哀思。吴京原文如下，图片来源网络。谢兰接到电话，外婆去世了，她走得很安详，是睡梦里离开的。我有点无意识和不知所措，想码点字说说她。想起来外婆只会写自己名字，她帮我签卷子，还被老师打回来，说一看就不是大人的笔迹。我和外婆的事都太琐碎了，藏在腌咸鸭蛋的红泥里，竹凉席里，过年的饺子里，偷塞给我的10块钱里，和我大口吃冰棒。他把冰棍收起来卖钱落下天理。外婆后来不认得人了，他警戒地看着我先生，每次都要问是谁，然后神奇地盯着无所谓问我怎么领个孩子回来。图片来源网络。我记得一段话，就这样借来送给我的外婆吧。外婆，你的安静让这个世界显得聒噪和喧嚣，你没有让我发现莫扎特、莎士比亚或兰博，你没有带我去看过戏剧或展览，没有社交晚餐，没有高级服装秀，更没有去蓝色海岸的度假。但是因为你，我知道了要动手做事。因为你，我认识了如长长的野草般生长着的生活。这生活像雨一样酸涩而湿润。外婆，你步履蹒跚，像一艘满载的船。外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既不富有也不贫穷，在这片土地上有支撑我们在这个艰难世界里稳稳站立的东西。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屋顶，一片永久的土地。图片来源网络。